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江老师，你别这样，你别怕，大家心里都明白。大嫂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看这个样子，他们是想把我们往死里整啊！会有办法的。 你看，我们家老夫跟郑院长正想办法呢。这帮人太可恨了。老郑，秀娥把戒指的事跟我说了，是你的吧？是，是我的。 那你为啥当时不承认呢？我想啊，现在外部压力已经这么大了，咱内部就得搞好团结。再说当时我已经逃跑了，想还也找不着啊。你不跟他计较，他怎么跟着那帮人瞎起哄？这不够。老张，不能这么下去。我琢磨着，得组织一次反击。 怎么反击？老魏这老小子，我最清楚。胆儿小的跟老鼠似的，我们就拿戒指这件事吓唬吓唬他。他要再敢跟张雪英掺和，就把他过去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全给他抖了出来。我看他怎么做人。老婆，咱们不能这样，我坚决反对。这太缺德了，无论如何咱们都不能这么做。 谁在外边？傅伯伯是我。进来。元朝。傅伯伯，郑叔，我爸他又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又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元朝，你干啥来了？我妈让我来的，张雪英又把我爸叫走了，我跟着去听了听。 我听见张雪英跟我爸说，要让我爸上台揭发你们从东北就互相勾结，还有什么故意放走俘虏，我也听不明白。我妈说让我赶紧过来跟你们说一声，好让你们有个准备。这个老魏呀，越滑越远，再不给他来个急刹车，得还滑沟里去了。我妈也这么说，她不让我爸去，可我爸又不能听她的。 就用我的办法，我去一趟。你要是敢上台揭发傅院长、郑院长，我就跟你离婚。这无理取闹呢，你啊！人家傅院长、郑院长人多好啊，你摸摸良心，你黑白不分啊你！你以为我愿意揭发他吗？啊，我也不想啊，我这心里边矛盾着呢。可是你要不跟他们站在一起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完蛋就完蛋。 跟着好人一起完蛋，也比跟着坏人废话疼大强。爸，傅伯伯来了。傅院长，你好好劝劝他吧。这人是越活越糊涂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老魏，啊，该刹刹车了啊！你别提他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怕你揭发，懂不懂？我也没说要揭发呀，来干啥来了？出来。 跟你说点事儿，就在这儿说吧。你不怕丢人，我就说了啊。认识这个吗？呀，这不是我那戒指吗？他咋跟你说的？他说打来送我的，但又不让我戴，所以我就主动上交了。哼，老魏。 当着我再说一遍，这是你自己去打的吗？这是你自己去打的吗？你给我起来！旗子、标语都去哪儿了？带不带脑子一个个？东西呢？
没办法，啥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布置这？你没去领吗？我去领了，但是李干事他不给，说是副院长不批，你知道？魏政委没批吗？魏政委找不着啊，所以得副院长签字才行啊。他这什么意思？他啥意思？我哪知道？你们俩是一家子，你找我有什么用？这张景阳，快回家吃饭。李世飞，打开仓库，把旗子给我拿出来。张景阳，你医务处管到我政治处来了是不是？这是工作需要，懂吗？老李，哎，在把咱们开的清单拿给他看。哎，我不看，你不要加，我还要加的。我命令你，把旗子给我拿出来。这咋办呢？这不管他，妻子没有，混交开。行，敲我的。魏景林，你办的这叫人事吗？你丢人呐、啊，真丢人啊！是丢人，可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本来想还给老郑，可他跑了，我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下来了嘛。你忘交了，你就能把他送给我吗？啊？还跟我说是专门给我打的，还真能编，还专门给他打的。你说瞎话还算吗？有实话吗你？老魏啊，你说说，你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儿？要依着我，全给你抖了出来，我看你怎么做人。还是人家老郑劝的我，说我们是同志，不是敌人啊，要给你留面子，要给你留退路。虽然有错误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听听，你不觉得害臊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不去了还不行吗？压根儿我也没想去。老曹，邹主任，你有事儿能不能求你一下？嚯，你这么大领导，有事儿求我？新鲜，我想有病，我想生个病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？对不起，我这儿啊，只管给病人看病，让人啊生不了病。老曹，你听我说，明天啊开会，他们让我发言，揭发老傅和老郑，你说我能发这个言吗？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，让我发烧、感冒，反正拉肚子行不行？行啊，只要不上台、不发言都可以啊。放心吧，我帮你想办法，保准啊，让你上不了那个台。好。人呢？人这么少吗？都去哪儿了？你们俩去家属区把所有家属给我叫过来。是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你们俩前面后面给我把好了，一定不能有溜号的。去。是。快点啊，老李啊，父子刚缉拿证到了没有？在会议室候着呢。好，一会儿等魏政委发完言，你就上台，一定把他们威风给我打下去。行，你瞧好吧。魏政委呢？上厕所了，他说好像拉肚子。拉肚子？嗯，早不拉晚不拉的。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。哎，政委，你没事吧你？你怎么了你这？啊？我拉了三套了。哎呦，发言怎么办呀？赶紧找人给他看看去。你我发不了言了，这我现在做手术都来不及了。来了！政委，你能坚持一下吧？快看看去，真的假的？哦。怎么还不开始啊？这时间都到了。嗯。他们的会啊，开不成了。走吧，走。傅子刚、甄大志，今天的会改期了，你们先回去，随叫随到。呀，没准备好啊？你看，你们怎么搞的嘛？啊，没准备好叫我们干嘛？害得我们等了半天，这不折腾咱俩吗？走吧，走吧，别跟这种废话。走，站住！我们是哪种人？哎？瞧不起我们这些人是吧？平常见着你们，教师院长都爱答不理的。郑大志，你不就是会开个刀吗？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啊？是，我就是会开个刀。
你看清楚了，李师傅，这只手不是杀人的手，是救人的手。它更不是肮脏的手，它是干净的手，因为它从没沾过任何铜臭和血腥。你好，我瞧瞧。哦，你就是靠着他当院长，穿军装，做手术，领工资，对吧？来人，把他按住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老子要废了他的手，我看他牛不牛！老老大夫，我父。好，哎，老魏，你洗干净点啊。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呀，必须刷干净了，还用它装蒸馏水呢。哎，我说老郑啊，你就刷个瓶子嘛，要那么认真吗？哎，哎，这世界上最怕认真，共产党就最想认真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什么没事？你小心旧伤复发。小心点啊，小心旧伤复发，看你俩一唱一和的，跟穿一条腿裤子似的，看不惯。哎，老魏，这话可不能瞎说啊，要让张雪英听见又出事了。温大刚，我问你那条裤子穿哪儿去了？我打回答呀，不会惹麻烦吗？哎，老几位，老几位，小点声，小点声啊。怕酒啊？大不了刷错酒，咋了？我不是怕您吃亏吗？啥？哎，这是郑院长洗的吧？啊，这你也能看出来？怎么看不出来呀、啊？一看郑院长洗的，您就知道他不是用手在洗，用这儿在洗。用哪儿？用心。老几位，小点声啊！忙你回去吧啊！真是你的老部下啊！你是用心在洗吗？就是让我刷厕所，用心刷。马马虎虎，我还真不会。听见了吗，魏景林同志？啊，听见了吗？行了吧，啊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你别太急。谁煎你啊？老婆，这老魏不容易，咱俩说不让他跟他掺和，他就听咱的，不跟着掺和了。他呀，得好好谢咱俩，跟张雪英这种人掺和在一起，不会有好结果。哎，有个领导人咋说来着？别看鹰没有后院的鸡飞得高，鹰就是鹰，鸡就是鸡，对吧？哎，老张，你说上级知不知道啊？怎么让那些别有用心、心怀鬼胎的人瞎折腾？不会总这样的。副院长，郑院长，有个好消息，你们猜是什么？今天食堂吃包子，比这还好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别耽误我们劳动改造。军委下达命令，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，所有的医院、学校、文工团等单位都要坚持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啊，老张，我说啥来着？事情不会总是这个样子。李志梅，到，马上召集党委成员，站在这开会。好。哦，老张，这下我们可以穿一条腿的裤子了。听说了吗？听说了吗？啊，听说了。老魏，来吧，老哥仨拥抱一下，来。玲子，去叫你妈吃饭。妈妈，妈妈吃饭了。别烦，妈不吃。爸爸妈妈不吃饭。哎，玲子乖了啊，你先出去玩好吗？怎么了？绝食抗议啊！
李世飞，你得意了是不是？看到我倒霉，你开心了吗？是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吗？在这些日子里，我天天为你担心，我夜夜为你着急，我怕你会犯错误，我怕你会身败名裂，那样会失去妻子，英子会失去母亲。现在好了，你终于回家了，我再也不用为你担惊受怕了。你说我不开心吗？我们不求出人头地、荣华富贵，我只想和你好好的过日子，把我们的女儿培养大，让她比我们有出息、有本事。难道就这点小小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吗？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，好吗？是非。哎，老赵，我和老魏商量好了，好好收拾收拾张学英的帮人，尤其是那孤楼房老李，给你好好出口气。老李的爱人呢，刚刚查出得了肿瘤，要动手术，他有仨孩子，还有一个70多岁老母，你把他收拾了，他们家人怎么办？那也不能饶了他呀！这老李太可恶了，差点把你手废了，小人得志。这一棍子不是没打着吗？当然了，这多亏了你。别急话。哎，老张，我可不是因为他打了我一棍子才整他的，我是要杀下他们的气焰。你看他现在还猖狂？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，是环境让他动了恶念，给了他作恶的机会。你光怪他有什么用？那你说咋处理吧，我听你的。老李这种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目的，他的心里肯定也很矛盾，看着吧，随着时间呢，他也肯定会变化。准确的说呀，是那一棍子把我给打清醒。我走了。OK， 好了。院长，您怎么亲自打扫呢？嗨，来的早了点，顺手收拾收拾。院长，又没人强迫您劳动改造。哎，劳动需要人强迫吗？啊，院长，您可是真变了，变得像劳动人民了。你这么说抬举我了。准备手术吧。啊，哎，院长，那个病人是老李的家属，您要亲自手术啊？老李的家属病情比较特殊，这个手术我亲自做。准备吧。啊，老李，老李。老李，你跟我回去，你得接受审查。院长，我跟院长说两句话。怎么回事？哎哎，陈院长，我求求你救救孩子他妈！我的三个孩子不能没有妈呀！起来，我是个获救站长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大人大量千万不要跟我计较，站长，我求你给他开个刀，救救他！我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站长。
李世芳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这只手是救人的手。我告诉你，你爱人手术方案已经定了，由我亲自给他做。啊，你要是不信，你问他们。是的，院长提出来要亲自为你爱人动手术。这是真的，真的，院长。 我老婆就交给你了，院长。你放心吧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赵礼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她先回趟家，把家里事料理一下。这事儿要跟卫政委汇报一下啊。就麻烦你了啊，李世芳，你放心吧，你爱人不会有事的。走吧。 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呐！你发现没有，最近啊，这老郑啊，有一些变化。变好了还是变不好了？好不好啊？咱先不说，我觉得和你的关系是不是有点疏远了啊，老傅？又不是两口子。 这么密切干什么？有句话咋说来着？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才密切。啊，最后一句什么？小人之交才密切。那叫浓似漆。反正我们是君子之交，淡如水，白开水。我说老魏，你审人家老郑还有完没完了？ 就这么点历史问题，没完没了的审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没证据，没旁证啊！到现在都没找到那江西民的舅舅。又扯淡，哪儿找去啊？台湾找去？你去我去？你急什么呀？不看他都没急呢。皇上不急，你太监急什么？你才太监呢，老太监，四眼太监。小王，那你就多费心了啊！ 哎，老郑，来客人了啊！嫂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啊。好的。哎，这里面来客人了。啊，我看见了。听康美说啊，是副院长正在忙着给坦克托人呢，让他参军。他这事跟你说了吗？人家办孩子事跟我说什么？这么黑的，也分不对。 那咱两家这么好的关系，你说我抗美等一会儿怎么办呢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说坦克这毕业一年多了，也闲了一年多，抗美了，还在上学呢。哎，上什么学呀？现在除了学工就是学农，还不如早点把他送到部队上去锻炼锻炼呢。啊，你说呢？军人可吃香了。什么吃香不吃香的呀？那得看他。 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眼下不就是机会呀？听出大嫂说，是副院长以前的一个什么老部下，在哪个军分区当参谋长，正管武装部，招谁不招谁，就他一句话的事儿。哎，你就跟副院长去说说呗，把咱家闺女一块给办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这一进门啊，就叨叨这些干嘛呀？啊，做了两台大手术了，还没喘口气呢。 对不起啊，光想着女儿，怠慢老头喽。请坐。茶早就给您老人家沏好喽。嗯。哎，康美呢？康美，康美。哎呀，别喊了，学工厂，学工去。妈，回来啦。爸爸。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弄这一身灰？什么学工啊？就是拿我们当土地，搬了一天仓库了。 哎，和口水。嗯。哎，你和你爸的呀，我非你道。哎，康伟。嗯。读没读过《红楼梦》啊？以前读过，没太看懂。那是因为你小，现在让你看呢，你肯定能看懂。里面有一回叫品茶冷翠庵，妙玉有句话叫“一口为品，二口为饮”。对，一口为品，二口为饮。你这种喝法呀，啊？ 那叫印牛，爸，您又讽刺我。哎，爸，坦克哥哥要走了。是吗？啊，
傅伯伯找了他过去的老战友，帮坦克哥哥联系参军的事儿呢。爸，你也跟傅伯伯说一下呗，我也想去参军，要是这次能跟坦克哥哥一块儿去，那得多好啊！一个女孩子到正规部队能干什么？我当通讯兵啊，要不去宣传队，去卫生队也行。去卫生队，当个卫生员，三年只学会了换尿打针。你呀，还不如好好准备，将来上医学院当个正经的医生啊！您真是的，现在还有哪个医学院招生啊？哎，这现在不招，并不意味着永远不招，啊！你呀，把英语学好了，基础课学好了，害怕没有用武之地吗？啊！是，康美啊，你爸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，那到部队上也不一定有出息。哎呀，你们说的简单，我明天就毕业了，毕业了我就得下乡。下乡就下乡，别人能下你就不能下吗？啊，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。哎呀，别跟我说这个，我就是想参军。你要是能去我不拦你，但是让我给你找关系走门子不可能。妈，你看我爸。哎呀，要是不行你就跟副院长说说这事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啊，让我走后门不可能。走后门怎么了？走后门是说明人家有本事，那你跟傅伯伯说一下都不行？太铁石心肠了。康美，你这个人真是，你看看你，你就去跟副院长说说这个事。不可能，我不给你开这口。我说你啊，你也别开这口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面子就这么重要啊？啊，你就跟副院长说说这个事，这又怎么了？这事儿真那么好办的话，不用我开口，老傅自然就给办了。他不打招呼，不开这个口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不，你不主动跟人家说这个事儿，人家怎么了？你还说是不是？啊，我不说，不说，我不说，不说，不说。嗯，秋裳，哎，菜洗好了没有啊？洗好了，洗好了，快点，快点开锅吧。酱油没了，我去去去叫你哥去，叫你哥。好，好，三嫂，这儿有新鲜的。哎呀，哥，这人还没走，魂儿都飞了。哎，他哥什么时候走啊？快了。姜老师啊，你怎么不让邓院长给我们家大夫提提？要是让两个孩子一起走多好啊！大嫂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们家老郑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。哎呦，跟我们还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倒挺想跟老傅提的。那好啊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说，康美这孩子，我们从小看到大，李家都挺喜欢的。他要是也不讨厌康哥的话，俩人要是有啥特殊关系，我觉得这还不好说。妈，你叫啊！跑哪儿去了？你喊你喊不应的，去打酱油去。啊啊，康美给的。哎，你去，讨厌。哦，姜老师，嗯，做什么呢？这么香？排骨，馋了吧？嗯，你给我尝一个呗。尝什么呀？还没好呢，一会儿好了，等康美给你送点过去啊。行，不害羞，从小就吃你姜姨的东西。你姜姨做的本来就比你好吃嘛。妈，嗯，你给我点钱，要钱干什么？买点东西。嗯，啊，那我这有，这有。看我这有。哎，不是大嫂，我这有，我是说这快吃饭了，这出去干什么还？买东西呀。多少呀？够不够呀？这些？去去啊。行。行了行了，打酱油去。你走了，快点回来啊。妈走了。有钱吗？有。就是我们家坦克配不上抗美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大嫂。老妹，赶紧让你爸和我爸说啊，要不然可真来不及了。我说了，我爸不干，就是不肯开这个。我们俩一块儿去当兵，这事多好啊！要不，要不让我爸去说。你千万别！哎，你是不想当兵，还是不想跟我一起走啊？
都不是。你这么告诉你爸，我爸准不乐意。当兵是好事儿，你爸有什么不乐意的呀？关键是你乐不乐意啊？我当然乐意了。你乐意就行。苍蝇又来了。什么苍蝇？你别这么说袁朝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每次我们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就过来搅和？呵，形影不离啊。形影不离怎么了？关你屁事儿啊！哎，我听说你要走了是吧？特别替你高兴，做梦都想。你呢，康梅？小子，先别高兴啊！我走了以后，不许你打郑康美的主意，听见没有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明白。我跟你说，我走了以后，不许你打郑康美的主意，他是我的人。凭什么这么说呀？你俩结婚了，你俩领证了，凭什么说他是你的呀？凭他喜欢我。你说了不算，这得让康美说。行，行，让康美说啊。一会儿康美过来，你问他，啊，你是不是想撬行啊？我哪能撬行啊？比我棒的小伙有的是，我怕让康美看上别人，到时候你就伤心了，不是？我伤心，我先伤了你的目光。你干嘛？傅曙光。你怎么那么粗鲁啊！我回头告诉你爸。告诉我爸，我打死你！看这德行。你招他干嘛呀？又。我看他走，我让着他呢。他走了，你是不是特难过呀？你还是坐着吧。他走了，不还有我吗？他走了，还有我呢。哎，康美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跟我要了2块钱，说是要出去买什么东西，别等他了。哎，不，还是等等吧。海明啊，最近那大字没有啊？有啊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好。哎，刚才对门朱大嫂跟我提起坦克当兵的事了。哦。还问呢，说康美怎么不跟着一块去呢？行了行了，以后再说吧啊。嗯，不错，进步很大啊！你看，嗯，是有进步。嗯嗯，比过去进步多了。你看过去写的什么呀？啊，写的多好。前途啊，咱们女儿的前途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关键是看国家。有国家这个前程未卜，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啊？回来了，嗯，赶紧洗手吃饭。浩美，你买什么了？没买什么，买了个新笔记本。新笔记本？我不给过你新的吗？又买一个？妈，你坐下，我有事儿跟你说啊。妈，以后再跟我爸商量商量，给我和康美一块办走呗，反正他办一个也是办，办两个也是办。儿子，那这种事咱可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，那人家本人和父母啥意思，咱还不掏底儿呢。哎呀，证书和监考师也就是那个意思呗，就不好意思直说。那你就好意思？我好，不是妈，这可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呢。我和康美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不想再分开了。妈，你就帮我求求爸呗，就让他跟我。帮我求求呗，妈，我求你了，妈。行，看在我儿子一生的幸福上，我就去跟你爸说。哎，谢谢妈。哎，你们娘俩不吃饭，嘀咕啥呢？啊？哎，我和我妈唱戏呢，爸，你听着啊。谢谢妈，临行贺妈一万九。不对，唱的啥玩意儿？你这个临行贺妈一
一碗酒，浑身是胆，穷我几口酒，酒上。别，吃完饭再去，吃完饭再去啊！我妈有事儿跟你说啊。哎，行了，那汤好了，你就把锅端进来，把火封上啊。哎，行行行，好好跟你说说，啥事儿？进屋。你们俩憋什么坏屁呢？弄得神神秘秘的，说啥事儿？哎，秋莎，去厨房帮帮你哥哥去。哎。都不说了，啥事儿？哎，你能不能让老王他们把抗美给办去啊？我正两口子开口了。哎，不是，是咱儿子求的我。看来这小子他有自己的打算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姜老师向你开口了。那像咱两家这关系，要让姜老师开口，那就不好了。就你懂事，我们这闺女。我跟你说。让老王办坦克那天起，我就考虑过把抗美一块办过去，想来想去不能办。为什么？先坐着。你说的没错，咱两家这交情，啥忙都应该帮。何况我也不是傻子，你以为坦克肚子里的小九九我看不出来呀？那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现在入伍是这么容易的事吗？如果好办，老郑能不跟我提吗？怎么也可以暗示我一下吧，为啥不提？怕我为难，知道吗？怕给我找麻烦，这就是几十年的交情，几十年的默契，懂不懂？哎呀，这有啥难的？不就多个名额的事儿吗？你跟王参谋你说不就完了？说得轻巧，要个名额，你以为跟要张倒票那么简单呢？真是的你，何况是女兵。再说了，老王就是能办，咱也不能办，会办出麻烦来的。什么麻烦？你想，我办坦克，别人有意见也不能提，那是我儿子呀。抗美就不一样了，如果把抗美办了，元朝管不管？老邹家的建国，老孙家的向阳管不管？如果管了，咱家不成51号兵站了？老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办不了这么多名额呀。再说，我帮了他，不帮他，那就只得罪人，人家会说你偏心眼儿，你的院长还咋当啊？人家老邓就了解我，不愿意让我为难，他才不提出来。哎呀，他爸呀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些难处。哎呀，那我真不应该跟姜老师说那些话。你又说啥了？我没说啥，我就是小小的跟他暗示了一下。暗示？你一暗示就麻烦，你咋暗示的？哎呀，我没说什么，我去跟他解释去。不行不行，必须说清楚，咋暗示的？朱大嫂那话里的意思啊，如果两个孩子能确定关系，她就能帮着想想办法。哦，那你怎么看？哎，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啊，我们要慎重。再说了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实行父母包办、指腹为婚那一套，我们要尊重女儿的选择。哎呀，你堂哥这孩子是咱们看着长大的，人品不错。嗯，但是能不能给抗美带来幸福，这我就没把握了。这抗美要找啊，我看还是要找一个做学问的、本本分分的人比较好。是啊，再说了，我也不喜欢听朱大嫂说话那个口气，弄得跟交换条件似的。哎，那你说这还能是副院长的意思？不会，这绝不会是老夫的意思，他不是那种人。爹和妈呢？在屋里呢。嘘，小点声。朱哲，你咋这么讨厌呢？啊？哦，坦克和抗美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我们就把抗美办走，要不然就不办。这叫暗示啥？暗示人家老郑卖闺女。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？啥叫卖闺女？我就想让他表个态。表啥态呀？啊，这叫交易，这叫等价交换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么一来，我父子刚是成小人了。朱小娥呀，朱小娥，本来心照不宣的事儿，你这一搅和全乱了。
你说你这一天到晚的，怎么就给我添麻烦呢？你，哎呀，我哪知道你考虑那么多了？再说你心里咋想的，你也不跟我说，那我能不胡思乱想的吗？行行行，我惹的事儿我去收场，我找他们解决。收啥场啊？你收得了场吗？你只会越描越黑。我到老郑谈吧。能谈吗？能不能谈也得谈呢。你拉倒吃啊，我给擦屁股。吃饭。那小兔崽子偷听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爸，我也打不着你了，是不是？吃饭。我这不汤好了吗？我叫你吃饭呢。哎呀，你呀，不服老不行了。小兔崽子，净给我添乱。我到。啊，回来。不管你从哪里来。四海。